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女生就是会省钱，就不要乱花钱。因为其实这部剧是显示我们对钱的价值观。我自己本身不是月光族，我是有储蓄的，但是我对钱的价值观还是我觉得钱很重要了，因为我们毕竟这么辛苦赚来，然后当然要好好珍惜，要好好保管。Red flag， 吃 omakase 的人，吃 omakase 的人，因为我其实吃过，因为我食量很大，而且我不喜欢等食物一个一个上来，真的，我是去过好几次这种，我完全不喜欢，太慢了，而且又小，我一口气就吃完。理想的约会啊，OK， 我本身比较喜欢，韩国烧烤，就是很多肉类一起烤这样吃，一起省钱，没有啦，就有这些健康的理想去追求，就是追求可能你的完美身材啊，或者健康也好，就 in general 啦，活动啊，就是看戏吧，对。对，看戏。没有健身，其实我比较喜欢一个人，因为我在健身房就是待不到一个小时。对，我不喜欢花时间在健身房，